据外媒报道，最近英国街头经常会出现一种诡异的景象，不时有几个人走路跌跌撞撞，忽然就静止不动，丧失意识，变成了活死人。尤其是在曼彻斯特街头，这种情况更是屡见不鲜，犹如丧尸围城。据了解，这是服用一种名为 Spice 的新毒品后引起的反应。 Spice 是一种模仿大麻功效的合成毒品，不过效果要比大麻强100倍。另外，它价格低廉，一克只要5磅，连流浪汉都买得起。目前在曼彻斯特，大约有3200名流浪汉中的95%年轻人在吸食这种毒品，其中大部分都已上瘾难以自拔，甚至造成了多起死亡案例，令政府十分担忧。